大家好，我叫黄才华，欢迎来到一刻 Talks。 大家好，我是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郑传凯律师。我是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邵彤。刘某在这里面他显然是承担第一位的这种责任了，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但是刑事责任的话来讲，因为当时这个刘某他已经说是跳河了，还是说是一句俗话叫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啊、对，一死百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对，不会追究死人的责任。但是我们在讲这个探讨的是说，所谓的在刑事上是不是有一个经常说的说叫什么激情杀人是吧，这种说法、啊、这个案件我认为激情杀人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激情就是临时起意，对，他之前是没有任何这类的想法的、比如说有的司机他可能不会带这个刀具，但是他可能为了拖车呀，或者他可能身上有绳索，有出现过说用绳索把人勒死的，由于某种突发的状况导致了这种后果，那叫做激情犯罪，或者偶发性的犯罪。那我觉得这个案件恐怕不是，而且这个能感觉到刘美是在一步一步的试探这个乘客的底线，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对这个刘某来讲，实际上他之前并不认识这个空姐，对吧，他可能有调戏一下人家，猥亵一下，甚至说更性侵，对吧，但未见得说最后会走向说把人给杀了，对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就我说他有预谋的犯罪、并不等于他预谋一定要去杀人，可能是预谋强奸，但他在实施或者是预谋策划强奸的时候，他对造成其他人的死亡是有一个概括的故意的。从犯罪心理来讲哈，就是说当时这个刘某把这个空姐杀了以后从河里逃跑，这个细节您是觉得，我估计他这个逃跑可能是误伤。据我看到那个调查报告，就因为那个水渠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水流非常急，它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的平静，但是它里面的活水水流量是非常大的，他想找一个河跳河逃跑，但没想到那个地方水流那么急的话，他是没有能力在里面游泳的。哎，可是您想想，作为一个通常一个精神上正常的这么一个人来讲，他明明有车，为什么他要通过跳河去逃跑？通过河去逃跑？这个是这样，又是夜晚啊。现在的这个调查的这个资料显示，这个人不一定精神正常。哦。就这个人可能是有家族病、精神病史的，他的母亲现在还第一还不了解他的儿子已经死亡。第二，还每天在出门寻找他的儿子，而且，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差，跟他们有可能潜在的这种家族精神病史有关系。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想刑事上呢，已经没法对他追究刑事责任了，对吧？人已经死了，对吧？但是后续只是这个通过这个民事方面去追究这个他的这个民事责任了。但我注意到他有可能有一笔遗产。就是好像这个滴滴上面有一个付费喊话的这么一个功能，好像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有很多很多的网友，有少的有发一分钱的，多的有到发100块钱的，发一句话去骂他，去指责他，这一笔钱有可能是应该是认定为他的遗产，但这里没有多少啊，这个不一定，这个真不好说，也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量。然后呢，我注意到那个滴滴呢，在他的平台上的这个除了有生命以外呢，他也提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按照他的话说是比较困扰他们已久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我们做这种背景调查的时候啊，那么是做到什么程度，当发现这个人是有前科的时候，那么什么样的前科我们不能要，什么样的前科我们觉得是可以要的。有两个刑法上的概念其实可以供黄律师参考，一个叫做自然犯，一个叫做法定犯。我们其实学刑法的时候都讲过这两个概念。自然犯什么概念？简单的说，街边扫地的老太太，她都会认为这个事不该做是犯罪行为，比如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投毒、故意伤害。对，这种恶性案件。拐卖儿童，这类的，就是任何一个只要他是有社会属性的人都知道我不该做的，这叫做自然犯。还有一种叫法定犯，他必须要通过法律规定我才能知道他是犯罪的。比如说这个举个极端的例子，销毁账本他是法定的一种犯罪行为。那一般人说我把账本烧了，这是我的自由，我的账本是吧，我想销毁烧了就烧了，那怎么了，是
我捏造某个公司有某些污点，嗯，那我觉得我骂骂这公司怎么了？对，毁坏商誉罪，这个是通过刑法规定，我们通常不太认为他是犯罪的，嗯嗯。那我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如果这样的人拉顺风车，你看能不能接受啊？这个人他如果卖过假种子，卖过假药，你愿不愿意上他的车？那我要知道，我肯定知道，还有全国，那肯定不愿意啊，这是肯定的。那如果这个人他犯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拉过很多人的存款，你愿不愿意上他的车？不愿意。如果这个人他天天开着自己车碰瓷儿，他犯过保险诈骗，保险诈骗，你愿不愿意上他的车？那肯定，我反正我个人是不愿意。那其实结论出来了，只是说。啊，他可能有一些经济犯罪啊、法定犯罪的这些前科，我们还要，作为社会更多的接纳他。接纳他是社会的事儿，不是你企业的事情。嗯，你企业没有义务去接纳两劳人员。其实企业更多的还是考虑你把你经营的事情做好。嗯，就 OK 了。